今天花79买了个小榴莲，我觉得这个榴莲肯定能挺好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一，我买的时候那个老板非要把这个全掰给我看看，告诉这个可好了，全掰给我，每个他都掰了。第二是因为我刚才放在这儿没放住，然后我拿手接了一下，以至于他要不好的话，他对不起我。哎，我去，拆开啊！看怎么样？这是一块儿，还是挺甜的。两块儿，哎呦我去，这好像有点熟大了，我得赶紧吃了。这是三房是不是？哎，还有一个，哎，哎呦我去，这块可大，看这块特别满，这一块可以啊，我去，看看是不是？没有了，一共开出了五房肉，看看总共有多少，这么多，你们看值不值？是79块钱买的，这块比较大。还是挺甜的。现在吃我感觉刚刚好，我就喜欢这种，就是熟的，比较甜。